房政官，哎、啊，很好，趁这个时候弄这种事最适合。要干嘛？对啊，现在时间是1:47，把它放回去。嗯。我会知道了，就秀的给他罚下去了。没有就没了。对呀、啊。见不到家啊。嗯。见不到再来之外。好，贴住，等一下再来矫正方向。好，我往前看。你很斜。哪边？往后往前。对，看起来还好啦。正前方吗？算是，正前方下一点点。现在已经是正前方下一点点。应该是一点点。好，那刚刚好。5度吧。那刚刚好了，OK 了。那我呢？你回头看正前方。我刚刚摔倒，刚有撞到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可以。没有啦，哎，头上不太会撞到。好了，一切都很好。小弟，你都要负责安抚他的那个头哈。好像没什么、啊。不过那边上下窟窿真的吓会吓人，我也觉得我要倒了。后来我觉得。我不能屁股就坐下去，我往前顶，往前顶比较好，那就终于撑过去了，但是被吓得要命。好。没有故意的，故意的，他角度 OK， 但是我刚刚那个角度会拍到他血管前端。啊，那不重要啦。好。不是重点。好。是看他的视线在哪里。哦，好。
就跟教练去对面，一点都不恐怖。OK， 拍照而已。Hello， 你先啦、啊，有嘴学气儿，整个很宽很宽，你可以利用整个横面都是你的。不要管上面，他们会让开的，你速度很慢。
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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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我这边，我这边看哦，啾啾啾啾。下去吗？Thank you.
不要吗？走啊！放慢，上一次你还在急性期，因为那时候好像、我十二月刚摔，然后一月还二月，而且那时候自以为你慢吞吞的状态，所以你慢吞吞，你那时候，你那时候是都是现在的十分之一。这小绿现在应该很感动，足够了，足够了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那一次医生说断了还没检查，那时候我想说来完再回去检查，因为万一先检查，然后来了又摔，更惨，然后放片子还是不准。那时候我觉得其实也蛮不怕死的，医生都跟你说你十字韧带断了，你还敢再去滑雪？没差，我们很多教练都这样啊，十字韧带断了照样继续滑。啊，对啊，回去才知道，检查才知道是断掉。但是十字韧带断就是会，应该就是会，我那个蹲下去很痛很痛很痛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觉得痛的姿势，你现在就是把它姿势调整到不会痛，那就是对的姿势。不是不是，那个是我是说摔倒了后的那个痛。对啊。就一那个是后面的筋超痛的那种痛。我们那有几个教练就是受伤后，然后反正都来了，就是要滑，所以就一直滑一直滑去揣摩到底哪一个姿势是不会痛的，那个姿势就是对的。因为滑雪没有要那么多力气，也没有要那么多肌力，你最轻松那个站姿它就是对的。滑雪就是地心引力下山的过程。对啊。顺着滑下去而已，小弟现在应该不会那么累，对不对？现在有点太棒了。是还好，对啊，我现在有点太棒了。我现在是在想我反正就是控制啊，我觉得我还要抓那个感觉。上次跑很多，上次是在一般的绿线嘛，然后有时候脚会乱掉。这次在的坡度都是中级坡，现在是不管什么怪事发生，我就是那只脚就不能放，对不对？最后就会稳回来。对啊。
真的那种转得回来的感觉。因为你有在溜冰了。对啊，溜冰也是啊，溜冰。去溜冰了。我后来觉得冰，我们俩一起用。他很怕摔。对，他都没有去。因为冰很硬，然后我很怕摔到膝盖，所以我就不太敢。你是溜冰正确的摔法也不会痛。就是我去跟人家聚餐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去溜冰。我们俩都是这样，我去吃饭，他去溜冰。应该可以去溜冰。所以他溜冰对你滑雪会进步很多。溜冰也是一个顺势而为。对啊。我都不做超过我身体极限的动作。嗯。对啊。没有练什么特殊的动作啊，就是你现在会滑雪，其实你回去溜冰，你会发现哦，就是这样。还是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一穿上去觉得哇超滑，这个穿板子走在路上不会滑。因为你学会了八字，你就一直定着啦。哎呀，好滑哦，冰刀好滑。因为冰刀它就是只有在你脚下而已，它就脚下这一排，所以你不能往后坐，你往后坐就会喷翘子。对，那你会觉得它滑，就是因为你往后坐。所以你会觉得，对，你会觉得会一直滑走，一直滑走。但是其实你站在它正上方，嗯，就是你滑雪要的姿势。嗯，我就是要你站在它正上方。嗯哼，对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你这样进步算蛮多的。上次我记得就八字都还卡得蛮紧的。就是怎么样？就是你今天没有咬得很紧。对、啊。你今天八字已经有时候有松掉了。在轻松的时候，你根本就平行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不要去看啊、哦！你根本就平行，你回去看影片就好了。你已经是平的了。我觉得小弟，你经过小弟，小弟都有帮你录起来。你待会再给他们加强难一点。我说你再给他们加强，怕他们跟到我啦，我跟他们会很害怕。也很好啊，他们都有在揣摩肩，都要自己练习啊。我也一直在自己练啊。都有在揣摩肩头上飘的东西。小弟，你要记得把你的肩膀再放下去多一点。我自己找到一个方法，我干脆把双手放开，再往前一点。对，把肩膀甚至你外面那个雪这样放低一点。对啊，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好，那我先了。
你去。好。就是可以用很宽很宽都是你的，这样会非常的安心。嗯。好冷哦。嗯，对啊，该滑了。嗯，终于拿出法宝，啾啾矫正用。好，我帮你录。好，这就。太慢了，太慢了，没关系，轻松就好，好得很。
要上来，不要上来，等一下下去再说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下来了。哎呀，等，先不用了，谢谢，不用走上来了啦。等一下再上，再。啊？那就更正确一点了。耶、yeah ！先走了，谢谢。没速度了，救命救命！
我觉得我以我们以前的那种经验来看，看我们今天我要撞了，我要让我看一下啦。对，最后再看，因为看你看啊，没事做啊。对啊，好的。手套嘞？挂着、啊，我都会挂着啊。我会聚焦自我的脚，希望我后面滑起来膝盖是没有任何感觉。不是，你姿势对了也会没感觉。不是，他就真的天生痛，你看嘛。不是，我说不舒服是挂血挂这个，我都觉得膝盖不舒服、欸、因为那个不是自然的，那个是被拉住。啊、然后其实滑雪的话，就是用到的肌力越少越好。我就说我现在这样子拉住我膝盖就不太舒服。就是。好了，我就停留在中级很久了，这样。唉，怎么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？有那种感觉。所以今天你，我看你面对着我，前面没有冰的，早上还有，不过你鼻子露出来。是吗？对啊，把它拉回去。很湿，对啊，我就很湿也不管了，因为你的气会一直去加热它，你觉得凉凉的，但是它会是一个就是凉凉的温度而已，就是靠你的气去暖它。我看，对啊，可以吗 ？OK 啊，我靠，灌我的，你的结冻了，我的结冻了，那没关系，那就是一点点而已啊。但是我没有觉得特别。对，我们这次滑雪比较不紧张了。不紧张很好啊。没有啦，因为你看的倒的很恐怖，倒了两次，而且你场地已经习惯，场地习惯，你就觉得根本就没事啊，你就不会对它产生什么预设立场。尤其那种越缓的，你就越觉得这算什么？也不是觉得算什么，就是不会紧张。教练说换场地不会是换这边吧？这边也是收瘦啊，现在看起来收瘦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教练换这边的话，或者是说滑回去的，我觉得是，我猜是滑回去。提到刀鱼钓鱼烧呢？啊？他刚刚有提到钓鱼烧，就说准备吃点心哦。哦，那就是滑这次就去吃钓鱼烧。哎，那觉得今天时间很多呢，还第一堂还没上完。我觉得我已经练了很多次了。
上午两堂课，下午两堂课。如果那 no space 好，我买一个，也送去你一个，要不要？我不用了，我觉得。冷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带啦。我说剩下那几天啊。我自己是觉得对那个材质到底什么做的有兴趣。人家可能有金属师。不是。对，不一定要金属。你知道有人用热狗打打那个太古达人的 iPad 版？嗯。热狗打也有用。是哦。对啊，我们肉，我们手指是肉啊，欸、手指哪里？圆圆两个。哪里圆圆两个？都是去什么？雾罩的啊，刚刚走 Cloud Walk。哦，哦，你说我们刚是上天那里，然后教练说我们可能还不大行的，就这一条。妈呀，那打不行啊！你敢啊？你敢啊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处理，但是视觉上我们接受不了这件事，因为视觉对我们需要宽度，我们没那个宽度，我们会没那个胆。当你渐渐觉得宽度就是可以救你的时候，你就又更轻松了。进步，进步。有进步哦。他不能无言了。他OK，脚力来滑雪，还要到挑战重心。哪里？那你刚刚在滑雪。不要紧张，我要努力再拉长我的脚给你看。好，不要管这件事。好了，用他的角度理解，可以就可以。就会收起来，收一点。下楼梯的那一瞬间，下楼梯的那一瞬间，有理解吗？有啊，但是做不到。没有，就是把你的脚收在你的身体正下方哦，就不要拉长了哦。我拉长是这只啊。对，我叫你这只也不要拉长了，收在你的身体正下方哦。Go.
又有一棵树。都可以，好，这次换我先。不怕走哎、欸，他其实不怕、欸，根本一点都不怕。他是紧张而已，但是看他滑起来，就是说其实还蛮顺的啊。对啊，而且速度也控制得很好啊。脚比较没力，脚真的比较没力，对，一定不能快，因为没办法像你们这样颠的。还不错啊。对啊，我发现你根本都不怕走坡。现在不怕。哈哈哈。明天会怕。这就是大进步了。你先吗？舅舅来，我会，我还是要把身体哦朝山下弯。好。因为你现在正在朝山上滑、啊，你挑个你开心的路线滑吧。而且你没有刻意使力，但它会帮你分担，它自然的就是非常自然。
然的，它会自动分担一些。好吗？好，来，慢慢下哦。好吧。莫你先啦，我太慢了。小弟你先，然后我哥带他。好。想说晒一下太阳，结果不见了。啊？没太阳就会冷哦。啊。它在弯的一瞬间，因为转不过去，哎，比较容易转不过去。对啊，它可能再多几下就会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就会更顺了。教练要让它把发收回去。女生跟着男生滑是不是比较累？它其实运动很厉害的，但是它。很谨慎。但是我们是不极限派的啊，我们只是要玩好玩啊，所以才选 ski 啊。真的要极限的，都跑去玩雪板了。我觉得雪板好像摔太惨了。嗯，我的话就不想。我不会有那个挑战心，我把这个做顺就好了。我们上一次啊，本来有两个，那个是一个女的，两个女的，后来最后就跟不上了。第二天下半段就不见了。哦。就换别人带。嗯。换大树。在大树上。就继续去上初级班。他不是，他应该是受伤吧？他有受伤，我记得他是受伤，就是在那个什么缆车上去右边那里，那有跌两次。因为你记得苗场那边出来之后，右边那边是有一个大坡下去往另外一座山那边，那个坡，那个坡倒倒的，我们第二天早上就上那里了。我们也是，我们第一天第二天一早才上的。我们第一天就上到山顶了，然后一路摔下来。不是，我讲错了，那是清景泽啊。哎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就去滑清景泽啊，自己滑。这里这么的轻松，这里是你最轻松的地方了。干脆这样子强迫一下自己。对对对，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你的弯又太小。
所以你的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脚要转的更多。嗯，好，懂吗？反正弯形。反正我努力修正。有进步了，你看抬头看上面，看一下。那、啊、以后不陪小弟来了啦。哎、啊，我们往下看哦，下面啊，你们看有个人站在那边，下面有个 snowball 是不是？嗯，他渐渐的走了。他等一下要往左边切，对不对？嘿，那边非常非常非常平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经过我之后就沿着那个路往前冲，一直冲。你不冲的话，等一下就要自己推。冲到哪里为止？懂吗？冲到缆车站。哦，从那个平原路往前冲。没有，我大概会站在斜坡上，就叫你往前冲。对。因为它后面不冲的话，你后面要自己推，因为它那边又有点上坡。好、哦，好，所以最后这一小段呢，下面你要走、哦，所以下面没那么陡喽。嗯，好，那、啊、你这次也慢慢滑，一样啊，超过我之后就往前冲。好，好，好，去讲一下你要到哪一件事情。见了，有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有在下面哦，那里只露出了身体。Go go go！ 好像也开始累了，所以身体开始又有点不受控了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太阳来了，给我能量，晒，呼呼，呼呼，我先啊，啊哈，
好，休息。累了啦。啊？你说后来吗？是后来，你刚刚那趟吗？第二趟。站起来了。就。他其实很厉害。你刚刚几乎没有转哎，我们再来一趟，你等一下跟我的弯走。好好好好。几乎没有转。嘿啊，我刚最后就说。那就完全直冲啊。嘿啊。这次换我跟教练啦、啊。你说啥？总会好到大拇指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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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它应该没电了吧？换电池。如我的计划。我刚刚走路走的摔倒。就是有一点要耗体力的。还在录啊？那我刚刚是错觉啊。那我的嘞。也还一直在录啊。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弄它？等一下才休息呢，休息之后再弄它。有点累，要休息。让我坐车休息。不是我。我刚刚就是没有做得很好。什么意思？刚刚最后的啊，就是我在打混哦，也不是打混，就是又有点害怕，就是我的害怕就是姿势变烂，然后就变成就是纯粹在那边刹车下去而已。那实际上要练好，就是用一个。用某一种速度一直打弯，还没有，好吧，跟教练的轨迹努力跟不上他的形状，就是我脚的出力有问题，真糟糕。那你好，他滑得好轻哦。没有，因为他的速度是那样的速度啊，然后跟他一样的轨迹，然后如果速度比他慢或比他快，就会跟不太对。左边重，右边偏左边重，什么意思？好像往左歪的感觉。是啊，两个人一个人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说偏左边重。有，这到底是冰屑啊？你的面罩上也有了。是啊、哦。我没擦，我就是说看得到。他、啊、也不会怎样。你们可能练个两三次都不会怕，对我来说，我要练个十次。不是，某一种坡度，就是或某一种速度，我觉得我还是会怕，一怕就软。咻咻咻咻咻！不过我现在也比较习惯风声的啦。就是很缓的时候，咻咻，已经不会吓到我了。有，我刚刚叫风叫冲，他说很快耶，然后后来就说叫你冲，赶快冲啊！你他还是没停下来。对啊。最后他拉着我走，是他拉我。对啊。因为
用完是不是在带饭？怎么样，老太婆没力。啊，再走一次这边。太阳快下山了，好快哦！这里太阳下山的太早了吧？那就冬天了。很快，现在就一降。哎，左边还有一个路哎。是吗？那些人在吼。啊，错，人不多哦，不会躺来躺去。真的适合练习，这人多人少对练习这差很多。我要今天礼拜六了，糟糕了，没人。哦。礼拜六人变多。这是北海道呢。转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滑雪是转来转去。他要倒，然后撑，又前面又后面，又前面又后面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我是说全身啊，扭啊扭。我们只要最后学到最后，学到最后，学到最后，只有脚在那边左扭右扭就好了。罩上有一坨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玻璃罩上那一坨的样子，好，感觉好像口水哦。啊？回去了？一宿。慢就不怕了。可是，就很多人在陡坡上面啊，然后转过去就啊这样子，你完全都不会。哦，后脑勺开始冷。对啊，因为风从后面来。
哈哈嘿嘿嘿，这有沙，对不对？我画的圆，长这个样子大，对，那只有你的圆都是这样子，就你这这几个很这个波浪比较短，对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波浪让它长一点。因为怕的话会太快啊，但是你知道转过来就会慢啊，它停不下来，走不过去了。这里波浪很快，那我们试试看。好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有。如果你是坐在后面的话，会怎样？对，所以我人往前，然后顺顺的往弯坐吧。所以我不会在风浪的时候刹车，我会在风浪的时候往前走，然后把弯坐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嗨嗨。好。果然就是跟不上啊。就是线就是不对。大家都累了啦。所以我才挑短的啊，短的下去就没了。对啊。而且又变冷了。刚很轻松啦，我没跟上，我要努力。我杀太多了。在风浪的时候，我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一直侧杀不大对劲。这一段就把弯了。对，这还好吗？清醒了。他怎么可能是往前？但其实还好，因为雪板有脱落的状况下，就是这个摔都没有太大的伤害。滑雪板就很容易摔。角度出来。
Go go go！ 好。嗨嗨，弯有出来了，但是没有勾起来，没有回山了、啊。对，没有回山。嗯，反正各种自己想要修正这样。没关系。嗯，你身体姿势怎么样都不重要，弯形要做出来。嗯嗯嗯。弯形做出来之后，就会一定会慢。嗯嗯嗯。然后我们再来去调整身体姿势。嗯，好。好不好？好。还在录哎，角度对吗？因为我刚刚又摔了。你看前面，正前方，不高不低 ，OK，Go。